台北市南港区玉成国小前于19日下午发生一起自小客车驾驶疑似精神不济冲撞天桥桥墩，并回弹后压倒无辜机车女骑士，幸受医后意识清楚并无大碍。据了解，48岁廖姓男子驾车沿向阳路行驶，疑因前一日失眠导致精神状况不佳，恍神自撞向阳路天桥桥墩，因强大撞击力道，车辆腾空飞起，波及左侧机车，直接扣倒在地，动弹不得，情况一度危急。警方抵达现场，发现自小客车车头严重毁损变形，机车被压倒在汽车车下，紧急通知救护车将骑士送往医院救护外，并通报拖吊车及环保局到场排除事故现场。初步了解，肇事廖男经酒测并无酒驾之情形，详细车祸原因尚待进一步厘清。